找规律，要你把这个表格呀填完整。乍一看这种表格题，我们要么就怎么样啦，横着找规律，再不行竖着找规律，是不是啊？先看横排，二到三 A 加了一，三到五 A 加了二，那五到七加了二，没啥规律啊。这里十到十五加了五，那这里如果加五的话就二十，那到这里是不是没规律？横着看没有，再竖着看，二到十加了多少？加了相差八，加了八。那三到十五 A 加了十二，这里七到三十二相差多少？相差，看一下，相差二十五，也就加了二十五，没有啥规律吧？横着看没有，竖着看也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同学们，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一本本的这一横排写完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呀？是不是第二行又开始写？那么这道题我们就把它全部写下来看，二、三、五、七、十、十五，这里不知道啊，三十二，把它这样一写下来，规律就有一点点啦。仔细来看，我们刚刚说相邻的两个没有规律，我们就来跳着看。三，这里二和五相加得到多少？是不是得到下一个数七？之后再来看这两个数相加啊、哦，相加这两个数相加又得到下一个数十。那么这里五和十相加又得到下一个数十五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猜想一下，这个七和十五相加，那得到这一个数下一个数多少？二十二，到底对不对呢？检查一下，十和二十二相加，哎，三十二，对了，因此这个空二十。